本节目由含有 1.8 倍鲜活营养的经典冷藏鲜牛奶独家冠名播出，鲜活经典顶配营养，澳洲自然养品，健康新时尚。本节目由思维师行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东风标致 408X 行业赞助播出，共赴桃花坞，拥抱无界生活。本节目由纯零环保科技24小时安心入住的多乐士行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饭店味道说做就做的加乐斯厨酱赞助播出。滴滴567，一到周末更便宜，感谢周末省钱搭子滴滴出行赞助播出。本节目由真省力一台搞定全屋的石头智能洗地机 A10 Ultra 赞助播出。有木就有桃花源，本节目由纯实木家具品牌源氏木语赞助播出。回翻桃花力，桃花坞已经进行了两次高质量的社交实验，初相识的坦诚相见，肢体上的坦诚未必会引领向精神上的坦诚，以及分房时的 no push。 当所有人都 no push 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没法被 push 下去了。尽管过程多有波折，就我一个人逃了事，你们这个家看似和谐，实则谁也不想跟谁去。但好在大多数人都与自己心目中的那个他组建了家庭。孟子义老师好。熟悉的朋友，擅长的业务，舒适圈出现了。坊间流传着一个成长货圈模型，一个人的成长要经历自我认知，待在熟悉可控的舒适圈，走出舒适圈后，陌生未知的恐惧圈，直面恐惧提升自我的学习圈，目标明确深耕自我的成长圈，和从容不迫接纳自我的自在圈。现阶段大多数物民仍处在自己的舒适圈内，但生活是不会让他们一直这么舒适下去的。啊，换家人。没错，这场社交实验还在继续，破圈第一步，换走你身边熟悉的朋友。你跟李月琴比较合，我跟他过关系。我俩，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们钱就得重新分一分。不行，非得做事做这么绝吗？哎呀，这弄的这叫一个生呗。想把我换走是不是？不想分开，白谈了。我有种被就是土匪给挟持了的感觉。现在公布换房结果。玩这么大？哎呦，我想人工呼吸。哎呦，你为啥眼睛红红的呀？你咋了？哭了？决裂，从今天开始。舒适圈已破，这场社交实验又会迎来怎样的结果呢？鸟儿常常翱翔天空，累了就回巢，闲了再出发。今天牧民们将体验一把飞鸟之翼，向上开拓舒适圈的边界，为出发做准备。喂，650电视台，650电视台，欢迎来到桃花坞第三季大季，我们是在地上一起睡，第二季呢上海里一起，第三季搞到天上，就是我还蛮喜欢这种打卡式的这种很有仪式感的东西。这个睡觉这事儿已经成为这个桃花坞的一种标志性的一个活动了。之前看了第一季跟第二季的行为艺术嘛，觉得挺有趣的，然后自己也来到了第三季的行为艺术，觉得还挺想体验的。嗯，我觉得很兴奋，因为从来没有尝试过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接下来我要采访一位没那么期待的观众，有没那么期待的选手可以举下手吗？鸟鸟。哦，鸟鸟不那么期待。哦，来，鸟鸟，你为什么不期待？我已经困了。你应该很期待呀。
他不是不期待，他是迫不及待。迫不及待。云卷云舒，倦鸟归巢。当把他们放入到无法逃避的鸟巢中，会将有什么样的体验？啊，我恐高。我也恐高。老子走。哎呦天，这得有几米啊？这得有几米啊？没几米。这个安全吗？应该安全。这个不会失去平衡啊！啊，我真有点害怕，我真有点害怕。没事没事，我先下，我先下。下去是个大功夫。哦，这个真的可以吗？行吗？哎，别晃了！别动，别动，别动，你慢慢下，慢慢下。你把手给我。哎呦，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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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哎哎哎哎，别动，别动，你别动。哟，往下凹呢？他是麻绳。来，三。二一，趴下，哥哥。行行行，可以了，没问题。萝卜烤，我这样看先高一点，信不信？是不是？那我现在先看， 哇， 哇，好高！哇哦，你个死样，再看他一眼，刚才。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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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姐，你不冷吗？外面是羽绒服，虽然我里面穿的是辣妹装，但我外面是羽绒服啊。好辣好辣，啊好辣，比旁边的小辣还辣。这是麻辣。小辣，爆辣。周老师来给我们拍照。那咱俩先上去吧，男女还是先上吧。咱们上去是不是能帮他们也对把一把？老姜，别拍了哎，上车。别拍了哎，上车了。老姜，上车。他听不见，根本就听不见你说。老姜，哎呀，你好吵啊！啊，我害怕。啊、哎，好舒服呀！呜呼！哎呦！来来来来来、哦、，OK， 小心小心小心、哦、，OK， 好嘞。OK 啦 ，OK OK， 哎呀妈，我先躺下了。啊，太晒了，这咋弄啊？这太恐怖了。把你小背心脱了，有点冷。我想拿来那个一下。你是人啊？你叫我把这个脱了给你？不是，我里面是短袖。哦。我不，更不能脱吧？因为我有了上一季的教训了过后，我现在特别怕晒太阳，我不想自己又变成一个煤炭。所以今天在那儿晒着的时候，确实又让我很焦虑，有点太晒了。哎，哎哎哎，这个小朋友，太晒了，我脸都晒疼了。妈妈，子夜。啊，真的脸疼了，我梦姐脸晒疼了，谁要把我脸梦姐脸晒疼了，我拿她试问。因为梦姐脸那个晒疼了，节目都进行不下去了。梦姐，你的脸就是我们的脸，就是桃花坞的脸，可不是呢吗？我脱一件给你们匀一下，你把帽子给弟弟。我的妈呀，太晒了，我的嘴巴都这样一点，是不是就下巴就没晒着？传说在很古很古的时候，哎呦我天哪，很古很古，咱这个口音确实是不太想睡了，就别讲故事了。将来你儿子爸爸，我很饿很饿。你说咱是不是像那种咸鱼一样？就是他，全是咸鱼。咱们脱水呢？对呀、啊，搁这脱水呀。该说不说，血清已经着了。太好了，我靠在哥肩膀上了。嗯，你靠在我的肩膀。他俩好浪漫，他俩牵着手就睡着了。谁呀、啊？两个妹妹，袅袅咪咪。
哎，江江孙姨，你们可以把那个蛋往中间提一提。啊，下不去。行，没事了。小辣呢？真行，睡着了。谁睡着了？这俩好像睡着了。睡着吗？啊！龙龙，干啥呀？我去周一围老师那边。嗯，冷静，冷静，你要干什么啊？我来你这儿。那边趴着也没意思。我们来唱首歌吧，我带领大家唱一首《当》。来，当你的眼睛，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从来没看过世事繁华。来，但那边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好不好？哎呦，这活宝呀！哎，你们赚多少钱了？你们有老多钱了吧？嗯，还行。但揽月他们家是第一。你下午你别管我，我赚钱去，我赚钱去。哎。你可以上我们家捞鱼，然后给我们点费用啊。我们有船，我们可以坐船上在湖里面捞。船也得收钱呢。对，那是我们的船。不是，那个船在鱼塘里，鱼塘是我们的。按理说吧，我们平时都应该收你们过河钱。对，上他管咱们要过河钱啊。谁要上的？嗯，咱们谁有这个权利？怎么的？嗯，怎么着？哎呀妈呀，两家打起来了！怎么地？不好了，不收了！哥说的对。不，你有没有看到中间我们正对着那块有两块头云在这边，像太极一样在那转，好舒服啊！得劲儿啊！啊，这看着云是真能睡着了。能，你一会儿就睡着了。我感觉那个云要压下来了。哦，真的。这首歌一放，刚好天气晴朗，桃花又开放，刚好月色苍苍，今宵细细唱。我好像听到梦姐的声音了。哎，是我唱的，好厉害呀、啊！是我。又温柔荡漾，刚好人啊，这个太舒服了，真的要睡着了。我们正相望，我们飞。站在屋檐下面，对着风歌唱，永远飞。哎，
有乌鸦啊，飞起来了，飞起来了，乌鸦飞起来很好看的。我的想象里在那儿睡觉是会冷的，但晒着太阳其实还挺暖和的，而且所有人叽叽喳喳的，也特别像一个真正的鸟巢。我是不是压着你？对，没事儿。我就说的这么舒服呢。是好看这个雪山。看着雪山我就在想，如果是一个人在上面的话，我能看见吗？我算了一下那个比例应该非常非常小。因为很多时候在我们看来天大的事儿可能也变得很渺小了。因为我们在城市生活经常被困在高楼之间，被困在工作之间，被困在人际关系之间，经常会忘了我们是属于天和地之间的。在那一刻所有的东西都没了，就剩你下边的干草，上边的天空，远方的雪山。那一刻你就感觉你好像与这片土地产生了一些连接，你成为了他们的一部分。走了，哎，走了走了，回家了。哎呀妈，踢我！这是谁啊？我，王鹤棣。哎呀哎呀，走了。来吧，雪琴，坐上东风标致408X， 让你感受一下独特的 3D iCockpit 全新座舱。走，看看我们这个 3D iCockpit 沉浸式座舱是不是真不错？而且这个 3D 仪表盘啊，哎，觉得非常厉害。嗯，因为它能三屏交互，这个是我们法系驾控大师的专门的调教。嗯，所以可以开着呢，又扎实又平稳，轻轻松松上山，轻松上山，可以，出发，出发。今天我还挺喜欢的这个活动，还挺桃花坞的。哎，对，昨天你不在的那个，你不太喜欢？我不太喜欢，可能是我没在。我似乎觉得大家比之前更熟悉，更融洽了，大家更是自己了。那个吃不完，明天我们继续吃。嗯，这个放在那个解冻室，把它冻硬，然后解冻了再吃。可以。再把那个佐料给逼出来，晚上再开始炒的饭。那咱们旁边这个辣椒要不要回收啊？大家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天，很快乐，更像一个家庭了。嗯，我觉得我一天一天更融入到大家了。我觉得我们家庭四个人的关系刚刚达到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很放松，很享受。军哥加油，军哥加油，看一眼我镜头。哇，加油军军，加油军军。哇，谢谢哥哥。来到桃花坞有任何的不适应吗？就是我还是挺紧张的，就怕说错或者做错什么。那你觉得你到现在你做说错哪些话？你说吧。我觉得我来这个家是融入的最快的，一起玩也敢说话，但这个还是要感谢龙哥，他经常主动照顾我，跟我说话什么的。在没有这次活动之前，你心中的龙哥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感觉你是一个特别成熟的人。是吗？感觉很成熟啊。对。嗯，明白。然后这次来就觉得你挺照顾人的。那么这次活动的意义你觉得是？我觉得这次的意义就是，你好好想想，咱俩这段很重要，因为他们整个就是这些活动用完之后，最后会用咱俩这段去升华整个主题，所以你现在就是承担了整个这个编剧组的一个期待啊。压力太大了，因为这次主题是挑战。挑战自己。嗯，你等会儿就是
会在大家面前要唱歌。因为这是我们传统，每一个来头我都唱了。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这个没看到声音好多剪了，咱们都唱了。我那时候唱的是喜羊羊与灰太狼。啊，咋这么多挑战？对，这么尬吗？嗯，我们节目组就是喜欢玩尬的。这些人为什么现在关系这么好？因为都经历过最尴尬那个时刻。所以要交朋友都得共享一些尴尬的事。嗯，你想想歌吧。背背词儿，背个啥呢？然后还有那个音乐老师会随机给你一些节奏，他会给你十种节奏，然后你要跳不同的舞步。比如他给你山歌，你怎么办？然后给你摇滚、嘻哈、现代舞、四小天鹅、卡门。能完成吗？我帮你啊！哦，我现在给你个嘻哈。哦，咚次大次咚次大，咚次大次咚次大次。现在四小天鹅，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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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突然给你来一个摇滚。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有点做不到的样子。对不起，这些都是我编的。有病啊！通过这个，我觉得咱俩成为好朋友了。咱俩不是好朋友了。我就是一把年纪了，还这么容易被骗，真是不应该。这龙哥确实是说谎不打草稿。我希望鸟鸟能够在这个环境下快速成长。那如果这种成长必须要有一个坏人的话，那我愿意他是我。其实。我的心比他更疼。嗯，各位务民请注意，我们6点将在谷仓餐厅公布家庭贡献值排名和第一次放逐投票。啊！所以你要有这个危机感，如果你钱最少的话，你就会被赶到那个岛上。那个岛在哪儿啊？就是大雪山上，你自己住。放逐，每3天将在家庭平均贡献值最低的家庭中选出一名成员前往孤独屋，进行一晚的独居生活挑战。没事，就去呗。都想去，我们太期待。同时，排名靠后的家庭还会面临一定的惩罚。虽然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惩罚，但是我觉得咱们家。不能太差吧，这个时候我不站出来好像不行。不行，我能保证我们仓里边的人不是最后一个就好了。看看危机感这不就来了。你看大家都在着急赚钱吗？钱最低的人就要被赶到岛上了，你赶紧赚钱吧。放逐和惩罚关乎整个家的命运，谁还能坐得住？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努力，今天下午不得再搞点。我现在想捞鱼去。不写了。我也想捞。走吧，来了。走，咱俩去溜达溜达吧。我觉得咱溜达一圈，然后找找咱们有没有去赚钱的时候吧。走，走出舒适圈，寻找创收新机会。个人在努力，守护的是整个家的荣誉。走你，两年。你看看，孟姐，我们去搞羊。好。这羊圈仿佛就是我的家，我都已经很熟了。哇，这也太重了。加油。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可以帮你。哇，够了，我觉得放他们出来吧。你去放吧，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了，我先躲开。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
让他们先吃着吧，进去铲屎了。铲吗？铲了我给你算一半。啊。你多给我点我就给你铲。你觉得有多少？这有几斤？铲屎这应该得有个两斤吧。两斤二十，那我就给你二十。两斤全给我。嗯，那万一我铲了三斤四斤，那就我这现在就是我的呗。不行，那我觉得这应该有五斤屎。你觉得有五斤？嗯，那你再铲。五斤屎你都给我好不好？一百。你铲。那你给我一百。您只要能铲出来五斤，那你给我二十五过来铲。行。你为什么不出去啊？什么？我说那个羊，那羊怎么不出去？生病了。那估计这些稀屎都是他拉的，他们都拉稀了。你出去吧，你出去跟他们玩一会儿吧，好不好？去。这羊真能拉呀。我觉得够了，加油，铲完吧。二十五呢，二十五呢，你以为二十五那么好赚啊？反正如果他最后不到二十五，你就给我补上二十五。行。今晚你不做饭吧？你做饭吗？我做，我手抓肉。我做羊屎咖啡。你摸到什么湿湿的东西了吗？我摸到了，没事，也摸都摸了。跟你说了呀，手抓肉今天晚上吃。我不吃了，我苍蝇都落我手上了。我亲手给你们腌那个肉。我气死了。咱俩这肯定不金屎，但你可是把大头给我喽。无所谓了。我这盆可以了。就四斤的四斤都是八斤。啊、收款吧。我就觉得我们都挺能干的，特别是小奥。我力气多，我不怕累，那我就多去做一些能够让我发挥的地方吧。辣姐，啊！又捞上一条啊！这一会儿抓两条呀啊！就按小敖这劳动速度啊，一个小时都整不好，把你家鱼池捞空了。完了，亏了。亏不？亏了。亏死你！把咱家都得亏死。敖以后不给敖做生意啊！以后你来捞鱼收二十五。小敖，你就可这一次十块钱的使劲捞，往后不捞了。你先直接提去吧。两条了。啊，对对对，就这两条。我怎么，我抓过去啊？我怎么都是活的？不是，你给我个，你把篓给我吧。拿我还是、啊、抓其他的。行，你赚十个币，敖瑞鹏，又捞着了。小敖捞鱼挣二十八了，他马上就把咱家河捞干，非得这么就是做事做这么绝吗？哎呦我的妈呀，太吓人了，这孩子太吓人了，哎，他嗷嗷的捞呀，他嗷嗷。小敖不能再捞了，我们有那个限制，两个小时。这叫小敖给他弄的这个池塘里浑浊，摇钱树。我们家现在已经不追求竞争了，是生命尽在大富之家。现在的生活就是消遣呀，就是娱乐，天天享受，喝个奶茶创作。来吧，帮娘娘写写稿，你俩来来给我创作。哎呦，先给我写，必须得有爆梗、炸梗。行，我觉得其实听第二期开始，我们这个思路应该是用一个真事儿，我们把大家都编进去。对对对，就是宋茜半夜她找奶瓶这个事儿。这节奏好，这节奏好，对，可以可以。650赢了。娘娘，哎，以后我们俩在群里发个广告吧。哦，你们定价多少呀？五块。那够呛了，妹妹，我觉得五块钱直接够呛了，三块就到头了，真的。川军哥和弟弟他们俩一人要一个，已经预定了，两个十块。
他，但是他们家这种消费观不多，是吗？你现在5块卖给他，你说我们开一大手笔，然后以后可能恢复3块了，这回是5块，这回是优惠了5块，下次就3块。好，好，妹妹说好。听真，敏敏，我们开业大吉，一杯卖5块桃花币，今天给我恢复原价3块。好有才华，好有才华，看看谁能上当。你看陈俊哥还是有人叛逆，有钱，我们俩的诉求就是把钱给花光。弟弟，所有肉挑贵的买。好，可以。哎，这么多菜，我们现在是要把钱花掉。为什么要花掉才能上山？我们俩为了去那个山顶，所以咱得把钱给花了。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他们是为了去山顶把钱花了，我们是为了赚钱。你说这个家，弟弟和传俊的，他们就相对比较佛系，就享受当下。他们也经常跟我说，哎，放松，享受一下，不要那么焦虑。其实桃花坞真的不累，就爱干嘛干嘛，你知道吗？不要有焦虑和内耗，不要被桃花币给牵着走了。不会饿着的。嗯。但是我还是不想我们家庭垫底。所以说，因为我一直在找，我这业态我能做什么，能够获取一点桃花币。我美容8个桃花币，嘎嘎就给你护理。可以。那明天我去你们家给你做服务。OK。我跟娘娘准备开个奶茶店，腾讯哥哥，5个桃花币给你打折3.5块，今天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我们收7块。呵呵。好。你们需要洗碗工吗？用不到洗碗。哎，我还可以打按摩、肩颈、精油，给你刮一刮。我心动了，我心动了。哎，多少钱？我特别10个桃花币，10个币，这家一下捞不少，找到活了。我去对面做按摩。你别去做按摩了，回来吃饭了。我先做完按摩再吃饭，你们做饭还要一会儿呢。等你回来的时候，你叫我，我来接你。好。我来给你们按摩了。上门推销来了。娘娘累吗？娘娘要按摩吗？我今天可能是不能，我们得整个本子啥的。那你随时call啊。好呀，娘娘姐。你们需要精油按摩吗？需要，但不是现在。那什么时候需要呀、晚上吧。晚上行。徐老师要不要按摩？不按摩。那你需要陪聊吗？啊，陪聊这个业务应该是我来干，你知道吗？我可以做一个最好的听。你看我这，你们说什么我都笑。我们这就需要安静。安静，那我可以陪你一起安静。安静。来吧。哦，这螺蛳粉，咱要不先吃饭去？我没钱没阵容，现在为一碗饭，真的是太不地道，没走空啊。呀，雪晴老师回来了。Hello 啊，你干啥就追到这儿来了？急坏了呀！一分钱没挣着，我10个币肩颈，我这钱高利让你挣着。哎，你们那需要洗碗吗？今天中午没做饭，我家。一会儿再去啊，佳姐。就是我们你等会儿帮我们洗碗，然后让我们取餐送餐。我信你家为师。20。不可能，吃完赶紧走啊。碗都刷不了了。碗我给你们刷了吧，你们看吧，给多少是多少。这个。太贵了，这个太贵了，刷个碗。那5个可以，没问题，5个也行。不用，不用，你按摩就行。你瞅你家家大业大，这抠搜的，我家哪有家大业大？我累的多晚上没睡着觉。不是，你别整，你家跟貔貅似的，所有的资源全笼络到你们这儿。你咋知道咱们家小名？貔貅是家底下写的，你。我跟大夫家赚钱理念不太合，因为他们两个就是拼命挣，然后不花，就是一种貔貅的状态。但我觉得还是要享受生活吧。
哎，有人愿意接送餐的单吗？啊，等会儿这一顿跟晚上这一顿加起来，然后再加上晚上总洗一次碗。这二十。二十啊。啊，二十。真的很累，这一趟十分钟。就是行，你寻思寻思吧，又开始寻思寻思了啊！我宣布一个事儿，我以我个人的剩余的工资，给他20，然后呢？然后就是等会儿送餐接餐，晚上送餐接餐，跟给咱们收拾厨房，太贵了吧？我个人的工资15就行，15的人不接受，肯定接受。行，那我谈谈。真抠啊，这俩家人啊！对不起，没办法合作了。20都不合作，那你自己干吧。最多出到15。18。18呀？啊，18也行，降不了了啊。对，18。17。17吧。17.8吧。行，17.8。咱拿18。哎呀，咋又18了？哥哥，你是？你看都不乐意了，多严呢？18，17，你怎么又来了？十七，我们就不干，18立刻结。18行，18可不行，哥哥。辣姐，你赶紧给雪琴换过来吧，我跟他俩过不下去了，两只貔貅啊！真的呀，哥，那光挣不花呀！哎呀，哥，知道吧？这家为啥叫大富之家吧？就是省出来的，省钱就是致富密码。对，你听，我们家这么有钱，我们菜色五个人一荤一素。哥，这要是我过来啊，咱高低五个人都得整6个菜。你带我走吧，小辣，带我走吧。带你吃小辣。我不想在这个家待着了。18行，我决定了，就给18。你先感受，你放松啊。哇，专业的哦，姐。你这边比这边紧啊？是吗？哎，你感受一下轻重啊。哦，好专业，老专业了，老专业。那能揽这活吗？不专业，还真专业，真专业。十块钱值啊，绝对。我都快办卡了，我有一种感觉。小辣，哎，上来写本子。哎呦，现在几分钟了？现在10分钟了。行了，享受得了。不是，那我的钱你给我报了。得来创作了，创作是苦痛的，你不能太舒服。我们拒绝骄奢淫逸。行，我先上去跟他们开会去啊。好，我还差你20分钟啊。没事，少摁点都没事，姐。不行，这生意不能这么做，咱们来日方长。不容易啊，姐呀。那昨天有干多多少锅的水吗？又做了那个精油 SPA 外送、洗碗、捞鱼、养粑粑5个。我觉得够了，这些有1斤了，姐。我觉得要减就多减一点吧，都来到这儿了。哦，我来，我去取餐。他不会收了人家的跑腿费？哦，来了。哎呀妈，这家给我江姐累的呀！我江姐别一进来跟我说把那20分钟给我补上啊！哎呀，你不会还要回去再吃饭吗？我不吸，我继续摁。看看，真给你补上了，真的，诚实守信，良心商家。哎呀妈，这家给我讲解累的呀！我觉得我自己还挺享受的，因为这个事情是我自己想去做的，我不会觉得，真的有多辛苦，所以我觉得都还好。我想看到一条鱼。哎呦我天哪，别的了，捞上来了吗你？我不要了吧，也吓人。啊，怎么办？我觉得你给他放生吧。我想哭了。啊，我看看这有没有鱼。哎呀，我的妈！完了！哎呀，我天！哎呀，我天哪！没事吧，江姐？哎呀，我天，咋整的？
你可身体不能有事啊，你晚上还得给我们送饭呢。是我江姐呀，不容易啊。孙姨，你别再往里走了，我的天哪！你别捞了，你再走走到没脖了。没事儿，明天还给你机会，明天再给你一个点儿。就一个点儿，哥，够用了。那小敖才捞一个点儿。小敖给了15吗？给了10块，因为小敖帮我们拍了个视频。他们一会儿也得拍，你想啥呢？啊啊，那我们也可以收10块是吗？行，自己家店秘密全拿话筒说出去。这人品咋回事啊？你能不能不拿这破话筒说话？这水怎么这么浑啊？咱俩上午看的时候可清了、啊。让小敖给那个汤浑了，汤浑了、嗯，来晚一步。你们这儿的鱼啊？基本上是没了。啊哈哈哈！我心太崩了呀。我回来了，今天咱们创收粮食产了200，抓鱼抓35。哦。哎，小火车，小火车，使劲点。对，对。你好聪明呀，这样。哇！哎，这好解压啊。嘿。嘿好像一直没干啥，但是一直在干啥。我们去摘菜吧，要不走，咱们得先看菜怎么样，别被他们自己都捡光了。没东西，啥也没有，他们家是真没种啊。就是我看看那个，就有点小葱。这个我们要弄1斤，得把它摘光了。走吧，咱先下去看看呗。我天哪，太累了。天哪，走这一趟至少消耗100卡路里。哎呀，这在高原上能走路，如果就能换桃花臂就好了。哎，一鹅，可爱。哎，我们抓一只鹅能换钱吗？哎，我那块牌子，坐一个出租车打车外卖就行，5块钱起步价。算了，需要这项服务的只有咱们家了耶。然后一直到弄小火车，然后把所有的力气全部都花在小火车上，就没劲了。对啊，然后你们那个小火车为啥不转臂的呢？那又没有什么，又不是为这个环境创造一些业态。创造了，我们创造了一个动态啊。到家了。哎，累得半死，1毛钱没挣着。鲜活的角色。还原精彩的人生，鲜活的营养，提供充沛的能量。不同的阶段，迎接不同的挑战，更高的营养，呵护家人的健康。经典冷藏鲜牛奶，3.8克鲜活乳蛋白，1.8倍鲜活营养，鲜活经典，顶配营养。接待扫码赢红包，有机会赢8888元。各位我免。请前往谷仓餐厅集合。哎，哥哥，刚才那个小敖给的那鱼塘钱，放你那儿。大管家。好嘞，10块。咱应该是收入比较高的了。宝贝，我回来了，我下班了，宝贝。6点开会，你提前2分钟回家怎么了？我下班了，我现在是朝10晚6。你就是一个不回家的人。我算是看透你了，我的心已经被伤过的心该如何痊愈？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快点，开会了。来了。现在公布每个家庭人均收入贡献值的排名。来了。你们是不是最多？应该挺多的。首先公布谷仓家庭人均贡献值。哇，他们一人这么多呀！
怎么这么少啊？人均排行榜，很多了，咱们。哦，这是看人均的。对，那他们一共挣了将近900块钱。优秀。他们羊食很来钱，来钱快。哦，哇，真的，他赚太能赚了，又捞鱼又弄羊毛。那我们快感谢一下欧瑞鹏同学，他一个人都赚了400-500了，梦梦好骄傲啊！现在公布摘星家庭人均贡献值。我们赚这么多钱啊！哇，他家怎么能挣这么多钱？对呀，我们不会第三吧？现在公布揽月家庭人均贡献值，能被超越吗？你们也不少。哦，他们也很多，他们也很多。你们没有第一。我们第二。你们真的赚了很多钱，那还不如你们，没有奖十多。现在公布放逐规则，人均收入贡献值最低的家庭，请选出一位成员，他将独自前往孤独屋度过一晚。我们家，王传君去。保留曲目是吧？你们安排好的是吧？你看他现在开心的笑容，藏都藏不住了，好开心。王哥说他之前就被放逐过，他说他非常喜欢，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喜欢还是为了安慰我们。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想保护我们，不让我们去，他自己去这样子。我当然是想去放逐的，互换家人啊。换家人。本季桃花坞将根据家庭人均收入贡献值的高低次序来挑选交换家庭成员。第一的家庭可用 No Push 机器内部投票选择换或者不换成员。咱们是第一，咱们可以不用换。你什么表情？第二个家庭，再也不用回家面对我了。你想把我换走是不是？请谷仓家庭投票选择是否更换家庭成员。来吧，我看你的啊。咋的，离不开我呀？不行。纳木，咋的了？哎呀，哎呀，你说你怎么回事？你。哎呀，我想人工呼吸。你就把你的手给我拿出来，我就看你按哪个。来，我肯定。好，来吧。来吧，一、二、三，开始。你说他们组会不会第一选择换？有可能，他们想换，也可能就直接换了。干嘛？我看到了。你还逗他绑架我？哇！哎呀！哇，好团结啊！人均收入贡献值第二的家庭必须内投出一位家庭成员，并选出第三名家庭的一位成员进行互换。人均收入贡献值第三的家庭无任何选择权，只能接受。当我看到那个规则是要换家人的时候，还是懵了一下，就一下我就嘎住了，就是坐了一个过山车。因为我和我家庭成员刚刚开始有默契了，那我不想在刚刚有默契的时候就分开。就是说我们第一名可以去换或者不换，第二名是必须换，第三名也必须换。所以咱们当就是努力，咱们第一名的话咱们有很多优势，说明努力有用。对，那咱们怎么办呀？换一个人，得他家换，咱必须把王传君换过来。行啊，请揽月家庭决定家人互换人选。你们怎么决定的？你们咋想的呀？咋想的？弟弟，你不能搞定吗？等会儿，别急，稳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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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开始你的表演了。
来谈个判，我们肯定是要换王哥了。你要干嘛？你要把谁换走？王传君。我们家没有做饭的，因为我们几个都不太会做饭，每天在王哥那儿买饭吃，挺贵的，两盘菜，那两盘菜20，又吃不饱，一份就这么点儿，所以我们就觉得有点贵，就想换一个会做饭的，想把王哥换过来，让鸟鸟和妹妹在家就吃上自己家的饭。就是为了让我们家妹妹都能吃个好饭，妹妹这长身体的事王哥是必须来。咋办呢？那如果我们努力工作用桃花币来，对，我们用桃花币跟你们换呢。给多少？你想要多少？200。我们一共也没有200。什么？他们是拿钱换人啊？100桃花币行吗？打吗？打吗？王哥就值100啊！我就值100桃花币吗？王哥伤心了。那我们150桃花币行吗？150就15斤羊粪，我觉得不合适。你拿15斤羊粪来比喻我，那更不合适了。15斤羊粪老累了。180。我们一共就有198。我有种被就是土匪给挟持了的感觉。这样，就是从到下一次换之前，我们免费吃饭，免费配送，免费配送。成交！可以，成交了是不是？成交！我们成交了，我们有方案了。他们怎么换来着？好像给钱了。只要不换就行了。各位请尊重规则，提交交换家人的名单。白谈了，白谈，白谈，不给谈啊！一点空子都不能钻。妈的，这四个人现在很凝重。这样，咱们好商量，好商量。咱也都是老好朋友。是。给你们家一次主动权，选一个换王哥。那我李雪琴吧。我谢谢你。我说实话，我也 OK， 我们就是这么想的。我去吧，你跟李雪琴比较合，因为我们仨生活理念有时候总是打架。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们钱就得重新分一分。对，那钱可不能就到时候你算你是净身出户呀，还是咋的？他们现在开始聊分财产了。对呀、啊，财产分割了。哎，咱让妹妹选呗。哎，冉敏，你是不想要雪琴姐姐，还是要不想要苏龙哥哥？这个问法挺好的。不可能，没有这个选项。都想要。那这样，我换王传君了。哎，也可以。你好像说出了雪琴心中的答案。我或者我过去，你过去干啥呀？你过去干啥呢？换谁呢？你过去，人家那边也。你想说人家不同意是不是？我都听出来了。别这样，换你和换我是没有区别的，没有区别的，它是一样的。嗯，因为我不太赚桃花币，我换走龙哥他们能轻松一点，但是他们三个是想保护我们。就是想让我们再适应，然后再加入到一些轮换啊。就是我有一种愚蠢的英雄主义情节，觉得就不想让鸟鸟和妹妹过去，他跟别人没有那么熟啊。你拿我换王传君吧。为啥呀？我换君哥，这样你们家吃的好点，然后又有钱。然后你就来我们吃。然后那边的话，我去那边的话，我也有钱。我去呗。这样，行不行？行，你去吧。行，你们家选一个换我，你们选吧。对，啊，我，行，可以，行，那换我的话，换龙哥吧。啊？
这怎么突然来这么个这一出？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换我过来的话，其实换龙哥过去是最合适的，因为我们是两个屋嘛，男生一个屋，女生一个屋。行，就这样吧，太久了，我跟他换。你跟弟弟换？我跟弟弟换，行吗？不行。谁了？定了吗？这样我跟龙哥换了吧。小美，我们家换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家换你，我们能得到啥？得到一张嘴。人家厨子能吃，我巨能吃啊，能吃能花。哎，晚上不睡觉敲墙。我在家确实挺巧的，我太帅了。真不想要了。他们真的是吃瓜群众，他们在吃瓜，吃瓜群众。就我换房和地吧，我决定了。行行行行行，就咱俩换吧。就定了。成家。他们换了啥？你们换了吗？换完了，我跟王浩弟换。好。玩这么大？这我们哥哥决定的。我以后就跟着他们吃香的喝辣的了。哥走了，你俩就你俩辛苦了。我做饭吗？这两个哥哥姐姐有点抠，你们自求多福吧。我们会想你的，哥哥。没事，你放心，我跟雪琴姐姐，我俩死命挣钱，就让你俩过上好日子。我不信。不是，可以的，可以的，咱有工资。今天晚上两点我去捡羊费。哎呦我！各位务民，现在请即刻换房。请被放逐的务民即刻上山。啊！一下子分离那么多，饭都没让他吃就让走吗？好了好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走吧，回家吧。撤了，我们先撤了啊。咱俩下去是吧？我们先撤了，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走吧，回去吧。其实我想走走，这样可以慢一点，是不是？走走可以慢一点。你咋了？哭了？啊？哭了的。你别哭，你一哭搞得我也想哭了，又不是见不到。咋的？哎呦，你别哭别哭，哭吧哭吧，哭哭也好。因为江姐说了一句。我们走回去吧，这样可以慢一点。平时不都是划船回去的吗？都是想快点回去。他可能就是想大家一起享受一下自己这四个人一起走回去的感觉吧。怎么明天晚上不还能整一？是啊，是啊。没啥，哭别哭了。明天那水煮牛肉鸡汤照弄。对对对对对。对，本来就下午我就没有捞到鱼，我现在就非常不好，我下午就想哭。知道知道，姐姐知道啊。还是不是那么想分开，尽管只是娶到对面，肯定是会不舍得，再加上一天的这个疲惫，但是我还是告诉自己，就是生活还是要继续。没事没事，我算了，咱这收入龙哥走了，只是咱们的精神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家里没有了主心骨，没有了大家长。我在这里任命袅袅为新的主心骨。你已经走了，还当自己是个人物了。人走茶凉啊。脚往哪放？哎呦！哎，你们家还好不？你们家现在怎么样？晚饭怎么解决？你们家晚饭？来我们家吃吧，钱我给你做鸡蛋。这样吧。只要你们不嫌弃我做的，不嫌弃，可以跟你家买是吧？不用来买，你们把食材带来，我给你免费做了。免费做，免费加工。那你们得给人点加工费。来，先做饭吧，你们接着聊天，咱们先做饭吧。那我先去做饭了。来，做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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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玩意儿谁来收一下？我收，我收。谁把水关了？你开它干啥？倩姐，你能唱一下一个不回家的人吗？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你看他们好厉害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咱俩一天挣多少钱来着？五十，五十，五十是一百，一天二十五。愿意减羊粪吗？减羊粪当然没问题了，他们现在肯定没有人见。咱们俩要是给太多人说，肯定就拦着我们，不愿意让我们俩干活，心疼咱俩。这个，不要怕，不要怕，我们是好朋友。这活得干呀，干才知道它不容易，不然光听捡羊粪一斤还挺贵的。对呀、啊、咱们俩这样干的话，我们家就我们俩就顶得了龙龙哥的工资了。嗯，你在想什么鸟鸟？没啥，沉默了。把龙哥换走是挺不开心，我觉得龙哥雪琴之声贡献都很大，敏敏也一直在做奶茶做得特别认真，就是我只是我没有为这个家做太多贡献。嗯，捡完屎咱们俩也不用吃饭，这开源节流的真是。别娘，别躺，娘呀，放羊是不是也给钱啊？敏敏没有，那是之前的任务了。咦，往回去，把那嘎子冒烟了。敏敏和鸟鸟在玩羊呢。哦，他们没玩羊，他们捡屎去玩羊屎呢。不过他们把羊给放出来了。啊，是吗？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的，放出来让他们拉屎。让你别跑。家庭重组，家人放逐。社交实验的结果打破了牧民们原本舒适的节奏，变化之下，牧民们能克服这种对未知的本能恐惧，重新振作吗？走了走了，明天见哈。哎，火腿肠带着。啊？火腿肠带着，快点，能吃点吃一点。走了哈，拜拜，明天中午见。明天中午见，等你回来烧饭啊。好。拜拜。拜拜。我收拾行李去了。不进入这个规则，你觉得其实无所谓，但是一旦真的进入这个规则，然后这个人真的要离开的时候，还是打击的挺重的吧。你眼睁睁看这个人要走，就是让人非常崩溃。我给你从后面吸。没想到是这一季是咱俩上演这种戏码，笼中鸟 CP 正式成立。你等会儿会在大家面前要唱歌，那你准备唱什么？我为啥要在大家面前？对不起，这些都是我编的。谢谢龙哥当时挑了我给他的房子。我俩家人品，然后家老鸟。对，我觉得我来这个家是融入的最快，融入的比我自己想象的都要快。加油，鸟鸟，你是最棒的。
这还剩多少钱啊？这就是给你个一百。你们还剩多少钱啊？我们还剩800。你们还剩300多呢？啊，你们这么多钱啊？你为啥眼睛红红的呀？因为我走你哭了。啊，真的呀？你看看人家，你再看他。怎么了？伤感了。为啥呀？我要走了。你看许志胜，跟没事人似的。白醋，真多年白醋。白醋。没事没事，我跟你说，这节目老得换，老得换房间的。对，而且我就住对面。对，我拿走100吧，在那儿已经是富翁了。不是，杨晓呀，就是看你拿钱了。这走就走，怎么还拿钱呀？不乐意了呗？对，那为啥哭？你们都明白，哥哥。那我也得拿。没事，下一次我就把龙哥替回来。我看，我就看鸟鸟到时候还哭不哭。到时候鸟鸟怪开心的。我哭了。除了你难受，大家都挺开心的。确实，咱几个人在一块挺快乐。对，啥都能唠。我走了就苦了你俩了，他跟雪琴。哎，只能做过苦日子了。习惯了过苦日子。对，好像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这样嘛，就是很需要安全感，然后在陌生环境下其实会比较不安。有人被动向前一步迈入恐惧圈，有人退回舒适圈寻求自我疗愈。这不，钟爱独居的人已孤身启程。我觉得到了桃花坞就应该寻求一个安静的一个世外桃源的地方，可以自我治愈一下。海边就是很远嘛，充满了未知，我想去探索。今天月亮超级漂亮。老话一直说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嘛，山里的感受跟海边也不太一样。在山里它是充满一种生命力的，看着脚下的那个土路啊，或者石板啊，树的颜色的变化，树的动啊，偶尔一抬头会看到山上的那个牛羊在走，你就觉得啊，又很幸福的样子。孤独屋，您将独自在孤独屋度过今晚。离开孤独屋前，需要在此留下一个规则，下一个来到孤独屋的屋民需要遵守。好的。哇
这个景色确实是我没有想到的，云把雪山盖住，就像盖个被子一样。画面一样就很漂亮，你真的能够知道哦，放松下来了是什么样子。